那这个六号扳手哈，把这一号管这螺丝把这里松了，这边也是一样，把这螺丝松了，啊，这三颗螺丝松了，松了之后把这条管子啊，稍微这样慢慢转慢慢转，把它拔出来一点。好，这好好这样拔成这样子，然后把这个盖子取到上面来，把它敲到这上面来，啊，这样拿出来，再拿这种，36的这种扳手，卡着这颗螺丝，给它往松一点。